维珍会客室的听众朋友您好，今天到我们现场来的是洪立山老师，他是一位钢琴音乐家，他是美国百欧拉大学的钢琴教授，他本身拥有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的音乐演奏硕士跟博士学位。他不仅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钢琴家，他也是一位非常爱主而且非常喜爱跟享受敬拜神的基督徒。我们就先请立山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大家好，谢谢小花老师，谢谢你邀请，很高兴今天能够在线上跟大家相会。是，立山老师是我们邀请的第一位钢琴演奏家哈，因为我们前面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前面都是邀请声乐家跟歌手为主哈，那所以今天的主题是有关乐器跟敬拜。那之所以邀请立山，是因为他是一个不断在音乐中去经历神带领的人。音乐可以使人认识神，人可以在音乐当中去经历神，就像马丁路德说的，美妙的音乐是先知的艺术，可以平息心灵的躁动，这是上帝赐给我们最宏伟最愉悦的礼物之一。那立山老师其实他不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但神却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就不断用音乐去引领他。那立山老师，我们就请你先跟我们分享，就是你的信仰跟这个经历音乐在你生命中的一些信仰，怎么样在音乐中，音乐怎么样在信仰中这样的经历好吗？好，那我就我想事情要追溯到我小学，我就像刚才小花老师说的，我是家里不是都没有基督徒。那我第一次接触到好像跟基督教有关的，就是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那我们我念的是音乐班，那音乐班都有合唱团，那唱得很好听。那我们那个老师，我记得他就有一次教我们唱《我知谁掌管明天》，然后那个歌词我都不懂，因为都是讲什么主啊主的，然后谁掌管明天，然后我也不懂，但是我就觉得我唱了，我就觉得我心花就开了，就是唱的我就是整天就是要把那个伴奏谱带回家，整天在家里就弹着，就自己在家里就唱得很高兴。那我觉得那是在我这么小的时候，神就用诗歌跟我说话。那我还有那同样的那个时候，差不多正好是蒋公过世那时候，那电视都在放女主接近对，那我也不知道谁是主，那为什么要跟主接近，但是我就觉得怎么有这么好这么美的音乐，我不知道女主接近是什么，可是这个音乐好像把我带进去，那个我也就很喜欢唱女主接近。所以我就觉得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神就用这两首诗歌一直跟我说话，然后把我带到他的面前，我自己都不知道。那刚才我说的，我从小念的是音乐班，那就一直弹钢琴，就这样子上来。我曾经在国中的时候想过要出轨，要学数学，然后后来觉得数学还是没有音乐有吸引力，所以我又回来了。那就一直就选音乐。那我记得我到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我念的是师大附中音乐班，然后我就觉得说我真的好爱音乐，我觉得音乐可以满足我好多好多情绪上，那时候青少年嘛，有很多很多少年维特的烦恼，然后我就觉得神可以在那时候还没有认识神，但是就觉得在音乐上好像我的情绪很多方面都可以好像得到抚平，能抚平，对不 对, 对，就是路德说的，对，而且有一个出路，除了抚平，然后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出路，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很高兴，然后我就觉得我这一生我就嫁给音乐了。
就觉得这样子没有老公也没关系啦，我就嫁给音乐，就是 是到那种跟音乐有这么亲密的关系。那到但是到后来呢，我那时候我高我要坦诚一下，就是我小时候练琴不认真，不太好。然后可是我后来很喜欢音乐，以后我就很认真练琴，然后认真练琴练到手受伤了。然后所以我曾经有过那时候就是台湾就全省比赛，然后比赛前两个礼拜我就是手痛到连一根牙签都拿不起来，然后我就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后来我就咬着牙，我一个礼拜不练琴，然后比赛前一个礼拜我就说我都练到这样子了，我实在是不甘心，因为台湾是就是你要先试赛第一名才能去省赛，然后所以我就觉得都已经走到那样，然后我们班其他同学都练得这么认真，我实在是不甘心，所以我就觉得我就咬着牙我就去比了，然后比完以后我得了第一名，然后可是我就瘫痪了，然后就我的老师就说你不准再练琴，他就规定我把就是用绷带把它绑起来，然后他就规定我三个月不准练琴，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在思想说我若不弹琴那我是不是就是废人呢，就是我第一次那个生命的意义好像 hit me。就觉得我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有什么我活着有什么意义，我对这个社会有什么贡献，就开始想第一次开始想一些这样子的问题。然后后来我到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是念音乐班，身边很多人都很小就出国，那我其实从小就很想出国，我从国中我就一直吵着我妈妈我要出国，那我妈妈说我们家四个小孩你又不是唯一的，你一个人把钱用光了怎么办，那我是不是下的小孩都不行出去了，那都不能我们家不能够 function this way， 然后所以我就就是心里有一种很强的希望，觉得希望再深造，那然后后来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我就跟我妈有个约定了，就是那我从高中毕业我每年暑假我都去欧洲参加音乐营，那我就记得我就是去欧洲的时候就很奇怪，我就整个人我就觉得我就每天早上就是6点钟就要找一个教堂就坐进去，我就觉得因为我觉得我一直要找一个真善美的，我觉得我放眼四周包括看我自己都找不到，那我一直要找一个至善至真至美的东西，那我一直都找不到，那我觉得我到教堂里面好像可以稍微这么近一点这样子，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到那个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然后他们在有一个正好有一个我现在知道他们那时候是在圣餐播圣就是圣餐的一个仪式，那时候我在还没有信主我就不知道在干嘛，然后他们匈牙利文我也不知道在干嘛，可是整个仪式我站在那边我哭了半个小时，那我就觉得我心里面就是好渴慕好渴慕那种圣洁那种至美，然后但是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样然后我觉得我看我自己我也看周围甚至我尊敬的老师，就是觉得人实在是有很多的缺陷，很多想要做好的但是做不了那所以这就是就是那时候我甚至到一个很黑暗的地步，我甚至觉得我以前这么爱音乐，那一直好像就是到那个黑暗好像把我整个都笼罩到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从心里面真正爱音乐了，我觉得我好像跟音乐都隔了一层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
就是我到美国念书，我是师大毕业，然后我到皮巴迪念书。那时候我记得我要出国前，我跟一个钢琴老师上课，那个钢琴老师非常好，他是很敬虔的基督徒，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到美国以后一定要做两件事非常重要，第一个你要买健康保险，第二个你就要一定要去教会，你答应我这两件事，那我就答应他，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申请三间学校，那个 grad school 申请三间学校，那三间学校都进了，那但是我就不知道要去哪一间，那我是请他，我很相信他很敬虔，然后我就说那你帮我祷告我应该去哪一间，他祷告了两个礼拜，他回来跟我说我觉得你应该去 Peabody， 好，我就说那我听你的话，那他既然这样子跟我说，那他要我做两件事我就乖乖做，那我就开始去教会，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借着去教会，当然就开始读圣经，有很好的教导，那当然一进去当然也是开始听圣诗，然后眼泪就是不停的掉，然后就后来我就记得我来美国的第二年的复活节我就受洗，我就信主了，那我就觉得我信主以后给我最大的感动就是我觉得我就是那种枷锁脱落的感觉，那连我那个以前就是到大学那个很黑暗觉得音乐都爱不来的那个那层跟音乐中间的那个隔阂也解开了，就没了。而且我觉得其实最大的音乐最大的问题是我之前把音乐当成我的神，但是我认识神以后我知道音乐是神创造的，是，然后知道是神借着这个把我带到他的面前，是，我当我把这个这个顺序弄对的时候，哇，就都对了呀，好棒的见证哈。其实要听到你刚刚讲的，就是音乐对你来讲就是很棒很美好的东西，可是即使你生命拥有那个皇冠也没有哈，可是那个没有神哈，你的音乐中没有神的时候，然后事实上还是没有办法满足那个心里面其实灵魂要的一个东西是神，是，可是以前在你里面是音乐，那你现在看到灵魂在里面，其实你觉得音乐好棒，音乐可以充满我的灵魂，哇，音乐就是我的灵魂。And then one day 你发现 no， 音乐不是你的灵魂，是创造音乐的神才是你的灵魂。Amen. 那我想知道就是说，然后你从信主之后怎么样子在音乐上有更多的常常的去神用音乐跟你说话，好像我们这种人是读圣经啊，是经文跟我说话这样子啊。那我觉得你们是那种神用音乐跟你说话这样子，是，那怎么样子带领你哈，跟我们分享好吗？谢谢。好，我这样子的经历其实是蛮多的，然后我就觉得我讲一些我自己的经历，那再讲一些我在关于就是我演奏跟观众中间的经历。那我自己的经历，我记得有一次我那个就是有很多事情，然后我觉得我要发疯，然后结果我就开车，然后开车的时候开到家门口，我觉得我要大叫，要疯狂大叫，不然我觉得我快受不了。结果收音机就放出来那个贝多芬的那个交响曲，那个第一号的最后一个乐章，然后它中间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影子，然后就在那个影子，然后最后把那个从一点点一点点这样子我们叫动机，一点点这样透露，然后出去到一个大喜乐出来，然后我居然在车子里面听到这个，我就大笑出来，然后忧愁叹息尽都逃避，然后就觉得这就是神，就是可以借着音乐跟我说话。然后还有是，还有一次，其实这个是比较深的经历，其实就是前几年我的弟弟过世了，
那、是 very unexpected， 那、就是癌症，那短短一个月就过世了。那我的心里非常非常的压抑，然后可是我在家里我是负责我还有姐妹，另外两个姐妹，我们家就是三个女的一个男的，那所以知道这个弟弟就是最小的，他过世对我们家的冲击是非常大。那那我是负责安抚我爸爸妈妈，那我姐姐跟我妹妹是负责去做事，所以我要负责安抚我爸爸妈妈，那我就不能够很黑暗，所以我自己要先强起来才可能。对，那到就其实我回台湾这样子几个月，我就觉得哇，我整个抑郁的，就是已经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承受。结果结果那时候因为是之前就安排的一个音乐会，然后我跟一群朋友是 Cleveland Orchestra 的朋友，我们弹一场室内乐的音乐会，然后我们弹那个布拉姆斯的钢琴协奏钢琴四重奏，还有德弗查克的钢琴五重奏。哇，我从这个那一场演奏会对我来说是一个疗愈，就是我弹完以后我觉得好像就是神借着那个音乐把我整个从那个坑里面提出来起来。哇，我就后来我真的就是很感谢神，就是这是我一个神好像神借着这个音乐把医治我的一个很深的经历。是那这是我自己本身的经历。那我其实我也有就是出去演奏的时候跟观众互动。对，那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说我去 Vanderbilt 大学，然后去帮他们的就是给音乐会，然后给大师课。然后我这种音乐会通常都是一个就是一年多前就是定好的时间，然后那我就去弹完。然后我那天那个 program 我是用巴哈的那个耶稣 Joy of Man's Desiring 开始，然后我encore 我也是用巴哈的那个前奏曲是She May Safely Grace， 我用那个结束。然后结果我弹完以后，我就就一群学生突然跑到后台来，然后他们都在哭。我想说天哪，难道我弹得这么烂吗？然后结果后来他们就告诉我说说他们心里好的安慰哦，特别是从巴哈的曲子里面，他们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同学就在我去演出这个音乐会的前一天自杀。他们本来好难过好难过，然后他们借着来参加这个音乐会，然后从巴哈的音乐里面他们觉得他们得到心里面得到安慰，觉得他们得到盼望，所以他们就是真的是五六个学生这样子泪流满面的告诉我。然后还有一次经验是我有一次在一个独奏会里面，我弹放了一个贝多芬的奏鸣曲第31号，然后他我一直觉得这首奏鸣曲里面有那个耶稣的那种有讲到这种耶稣的这个讯息，我觉得就是好像有那个在克西玛尼就是流泪祷告那种，因为他其中有一段是讲到这个是很深的一个，它就是是一个悲歌，有一个烧肉，对对 对, 对。然后中间又有一个 tunnel 从小调，然后那个在很低音的地方，好像那个锤子就是吹它了，然后12声以后，然后结果到了大调，然后。
那个本来副歌的主题从下面往上，然后从上面往下，好像那种就是从天上下来的那种。那我就觉得这简直就是讲耶稣的生平嘛，就是。然后可是我就这是我自己对那首的领会。结果我弹完以后，有一个audience 有一个中年妇人，她就跑来，也是泪流满面的，她告诉我说，她说她在这首里面，她觉得她有复活的盼望，因为她前一个月她刚刚失去掉她的妈妈，她跟她妈妈非常要好，她在这一个月内她都得了忧郁症，她觉得她没有办法失去她妈妈，她没有办法再走下去，就是她觉得她从这首曲子里面她看到那个复活的盼望，她知道她跟她妈妈有一天要在天上再相聚。好美啊！我完全没有做任何的乐曲解说，可是神，我相信透过这种敬虔的作曲家做出敬虔的音乐，神有那个 message 在里面，神可以透过音乐跟我们说话。是，好美哦！是，我稍微问一下，就是丽珊，你是不是都是先把你的你先排好音乐会？你并不知道下一年下一场音乐会你会遇到什么 audience， 然后你会先为你怎么选曲子？你会为这些曲子祷告吗？还是你怎么选你的曲子来就有这么多奇妙经历？是，对，我一般来说通常。有的时候我们会 last minute， 就是说人家说你赶快来，是我就手边有什么赶快抓了弹什么。那通常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通常会祷告神，是祷告神说神，我不知道你这次要我弹什么，因为我其实对我觉得我的音乐会都是神给我的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个 ministry， 对我来说，我的演奏是一个是神托付给我一个 ministry， 那神是这个 ministry 的头，他给我这个机会，我就要问他我要弹什么，是你要透过这样什么样的音乐，你要跟你的孩子发什么样的讯息？哇，好棒，好美啊！是，好，丽珊想跟你叙叙旧哈。其实我也很好奇哪一位老师愿意为你祷告哈，因为可能我们有共同的老师也不一定，是像我认识林和慧老师啊，他是很好的基督徒啊，是我知道 Bach 在他所有的作品的后面一定会写上这个 Soli Deo Gloria 啊，就是荣耀单单归于神啊，这已经成为他的作品的一个签名了，是，所以我也一直知道说其实器乐这个能传达的意义其实有时候是超越语言和文字的。我相信那些听到你在弹巴哈清唱剧的那个作品或者是圣咏前奏曲的人，他们不见得知道歌词的意思但是可能不知道但是演奏的人知道的时候，演奏人捕捉作曲家的怨念以至于你就可以传达或者是说你刚刚讲的贝多芬的这个悲歌在这个慢板乐章里面那你心里面有一个图像那 好像也是借着那个音乐你可以把你心中的那样的一个感触可以表达出来，然后别人就收到了，有点像我们古代的这个伯牙遇到钟子期的那种知音的那样的一个感觉。是，好，那就想再请你多谈一下，就是说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觉得你用钢琴在服侍神的时候，你觉得这跟我们在带领敬拜有歌词的这些东西有什么不同呢？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一些经验？好，我其实很好玩了。我从信主以后，我记得我有一次跟我的同学我们在那时候我在帮我的同学练那个贝多芬钢琴协奏曲第三号，然后我们两个就试着把经文填进去当歌词，没有，当然那是我们两个在玩的。那事实上，我是觉得，音乐是超越语言的。那我相信神把那个感动放在作曲家当中，
那他可以就是超越语言，然后借着这个音乐来触摸到每一个人的灵魂。我再讲过一些经历，我有一次你知道，其实孟德尔颂也是一个很近前的作曲家，他在他的曲子里面常常引用很多的圣诗。对，有一次我在Indiana 弹音乐会，我最后的音乐会的结束，那是一个室内乐曲，他的第二号钢琴三重奏，他的最后一个乐章，他是用 doxology 他引用 doxology 的曲三一颂，三一颂，对，他引用三一颂在那个曲在那个乐章里面，你知道吗？那场音乐会我弹完以后，我从来没有经过这样子，整个会众，整个那个听众全部站起来，大家唱三一颂，哦，这个眼泪就是掉的不行，就是神可以这样子使用，那这个真的是这种我相信，对，我就讲一下那个我常常演奏前祷告的我的祷告词。神啊，你怎么感动巴哈，也拜托也感动我一下，怎么感动贝德颂也照样也我也希望我也能够得到这样子的感动，我希望我是毫无保留的，我成为那个倒空的器皿，让你的灵可以这样子的浇灌。那我觉得就是在器乐上面有很多就是我们可以就是超越语言，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那你现在在教会里面，我想像你这么专业的钢琴家、钢琴教授，你跟教会里面的敬拜部门、敬拜团中间有没有一些配搭和互动的机会，或者说你有没有机会教一些施行法之类的呢？我们现在在那个 pandemic。已经好像那个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要教书。我以前我倒是没有系统式的教过司琴法。那在我任教的 Biola 大学，那我其实主要教的是钢琴演奏，就是而且是古典，因为我完全教的就是一般的音乐演奏这个专业。但是我们的学生一定要去修。比如说他们一定要修怎么样即兴，比如说你拿了教会圣诗，通常都是我们拿教会圣诗来，你拿的这个教会圣诗通常都只是和弦嘛，你怎么样即兴，你怎么样转调，这些都是他们一定要学的这是我们这个学校里面的课程。那在教会里面呢，有的时候有人会来问我一些问题，那我可以帮忙，对。但是我也有在一些，比如说教会退休会，或是我有在华神给过一次，就是怎么样帮助这个事情。因为我相信其实是有一些技巧或是有一些方法可以使用的这样子。因为你知道我是吹竖笛的哈，是，所以我们常常这个管乐器或是弦乐器也是一样，跟钢琴在一起演奏一些我们叫奏鸣曲哈。是那很多人都误会说钢琴就是你的钢琴伴奏嘛，后来我们就说 no 其实是室内乐，是，所以奏鸣其实是二重奏哈。是，我知道你跟我一个学妹孙正荣是好朋友，是，相信你有帮他弹过舒曼，对不对？对对，那个曲就是一个典型的二重奏，钢琴部分其实比竖笛的部分更难，是，所以可是很多人在教会里面都会认为钢琴不过是一个伴奏的乐器甚至我们现在常常在敬拜团里面，钢琴就变成只是节奏组，呵呵，或者是甚至说他说如果你不太会弹，你就去弹合成器好了，你就给那个 sustain 的那个和声就好了，所以好像把钢琴变成一个背景的东西那你自己在钢琴有这么专业的训练，如果你在担任这个
敬拜的时候的所谓的钢琴伴奏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这第一个我想到的，钢琴它有一个名字叫做乐器之王，然后如果我们要把这乐器之王拿去当成只是伴奏的话，实在蛮可惜的，因为我们钢琴有88个键，然后可以做很多很多种不同的效果，我们可以模仿鼓，我们还可以在室内乐，我们如果要跟竖笛合作奏鸣曲，那我们可以模仿竖笛的声音，然后我们要跟弦乐的话，我们还可以跟弦乐不同，我们都用不同的触键去造成不同的音色。那我就觉得我自己一般我在思琴的时候，我就是尽量把我就把钢琴就是当成钢琴之王来弹，我不是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伴奏的一个角色。那那就是通常，不过我想我也就是跟我想跟我自己本身的训练的背景有关系，所以我一般就是要求说，如果我私琴的话，如果是我私琴的话，那我一般就没有合成器因为我这样子有时候自己有时候一些即兴的时候或是说我想到什么时候要转调什么时候要这样子我很难跟另外一个人沟通。对，那可是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可以带出很好的效果，这样子。是，我也觉得其实好的钢琴演奏家或者是钢琴伴奏其实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诗歌的编曲者。是，就是说你即使你不是原创的旋律你也可以把圣咏圣诗或者是你所听见的一个音乐就是可以取下来然后做很华丽的变奏是。那另外我也发现说和声的中间的张力跟那个支度其实并不是像吉他一样只是不同的和弦刷一刷就好了其实是古典钢琴的训练里面对于那个声部写作的要求其实是更加的严格就像巴赫的那个的圣咏它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四部的东西而已它是很细腻的声部写作。所以我也知道最近有很多美国的现代钢琴家他们也做了很多这一方面的圣诗编曲但是就是说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曲高和寡好像你如果不是有能弹肖邦的那样的程度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来弹这些变奏曲那你有没有什么什么其他的想法呢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循序渐进的方式可以给一些建议呢我想现在可能都有渐渐的开始这方面有一些人会做一些教会的圣诗的改编那当然圣诗的改编是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是给比较初级的有比较中级的然后或者你就选自己合适的对呀我觉得这些都可以那我就觉得在还有就是我觉得在除了这些硬体就是我们技巧上面的一些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方法。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私琴蛮重要的就是说我自己如果说我要私琴的话特别是如果传统诗歌我自己一定先唱。我甚至我一面弹一面唱。因为有的时候我记得我有时候会到一些地方那些私琴技巧很好弹得很快然后我字都镶不进去他们就弹得很快然后我就觉得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品味到那个歌词然后就这样稀里哗啦就没了那我就觉得说我觉得其实唱诗很重要其实不是只是那个音乐旋律好听音乐旋律绝对可以辅助带领也不至于到真的就是只是主导而已但是绝对可以辅助帮助然后但是那个歌词可以帮助我们到神的面前那我觉得对私琴来说就是弹特别是弹传统诗歌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不同的歌词是每一个不同的情境对不对然后甚至
我们在传统诗歌常常，其实我们比如说那个我心灵得安宁，到最后哇，那个 trumpet sound， 然后就是就是这些都在后面了，这些世界上的这些网罗，遇到的那些苦楚、低谷、死硬的幽谷都在后面，就是看到就是荣耀，就是跟主在一起。我觉得，然后那时候我就会用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和弦，用不一样的甚至转调，然后我会把 trumpet sound 也出来了。我们有没有就是有没有机会听你弹一小段？像我知道第四节那个号筒声响起，云彩将卷起。对对对，我们在前面很小声的说我心灵得安宁的时候，到了第四节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差，对，然后就、你要不要弹一小段给我们听听看？好啊。谢谢立山。然后我想知道就是说，其实立山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其实传统圣诗里面它的最后两三节第四节歌词一定是末世的，一定是 eschatological， 它带领我们就是到天上去，我们的敬拜应该是就是要去天上见神，所以接下来的讲道你才听得进去那个话语，对不对？话语才进得去。那可是听你们哈，你们这些两位大师哈，这种音乐人跟我们讲哈，那我们就会发现，我现在代表一般的会友问问题，就是说，
我们会觉得说，其实我们也很想你们帮助我们提升那个音乐到那个水平。你讲的我大概明白，因为我还有个学音乐的女儿，所以我明白哈。哇，真的很棒的，就是你们知道怎么样去层次照上去，让我们带领我们器乐，器乐本身可以带领我们，就跟着歌词，然后那个圣灵的感动一直就上去了，然后那个整个敬拜达到天上。那可是很不幸的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有这种音乐素养的这种弹奏的能力，对音乐认识的能力哈，这个不够哈，那怎么办？落差这么大。那如果钢琴家哈，你们这些伟大的音乐人，如果你们没有很多时间出来教会服事，我不要说你们啦哈，就是说任何人哈，那可是我们一般人就是水平很差，对不对哈？像我这种就是在华神念书的时候学那种什么思琴法这样，才学的乱七八糟，然后也没有好好练琴，根本没有用这样。So， 两位告诉我们，教会怎么平衡器乐的这种角色哈角色在这里面？那我们怎么训练更多可以弹奏乐器的人才教会怎么看重这个部分？好不好？你们两位真的是今天一定要跟我们谈这些，我们很多人一定很想知道这些呀， yeah， 好不好？这个一鸣要先说，小明要先说，还是小明先说好了呀？ Yeah。 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像我在德州，其实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是会乐器的，而且他们父母亲在训练他们成长的时候，有的人还拿过协奏曲大奖，有的人就参加了州立的这个青少年乐团，还当首席。可是这些人到教会来的时候，他就不玩他熟悉的乐器，他就要去打鼓，他就要去弹吉他。其中有一个还是钢琴博士班的哦，他一定要拿着他的电吉他，然后在那里刷，要不然他就没有办法敬拜。那我就他是不是觉得敬拜就是要用电吉他，不是传统钢琴？对啊，我私下就问他说：“我说你钢琴弹那么好，我说你肖邦那么多的东西，练习曲、前奏曲，你都是信手拈来就可以弹。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一边弹琴一边唱歌呢？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可以为自己伴奏呢？”我就挑战他啊，但是somehow就好像说不通啊。我也很挫折，坦白跟你讲，我也很挫折啊。不过我能做什么呢？我也可以介绍一些好的音乐啊。所以有些时候我在圣诞夜的时候，我就找小提琴、找大提琴，我们就演奏一些室内乐啊。我也常常吹竖笛啊。那我也找过四个志同道合的人在教会开全场的舒伯特艺术歌曲的音乐会，我在里面唱《冬之旅》里面的几首歌，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说你要让他知道什么是好东西。大家被这种垃圾音乐已经轰炸到，到已经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好东西了。那你这样你就没有办法培养他。是，所以小明你提过那个 Mark Hayes 他的那个钢琴曲集哈，你是不是觉得他就是一个蛮能够去平衡从古典跟现代音乐敬拜之间的一些做法？可不可以也稍微谈一下？是，那当然这位钢琴家他自己也录了很多的 CD 哈，我想他有绝对非常好的技巧但是他在改编圣诗钢琴曲的时候，他基本上他就是选择一个大概学了四五年基本上你就是彻尔尼弹完了你有巴哈的创意曲，你就可以弹他的作品了。他的手基本上是在一个很好的手型里面的他不会有像李斯特那样常常要十二度或者是八度这样子连续弹他也没有肖邦那么多的变化的拍子或者是左手的这个低音到比较远的地方去那些东西都是对于一些初学的事情是很困难的所以我觉得他的钢琴作品 的改编就比较能够有亲和力靠近这种初学者。另外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就是我觉得他的和声跟他选择的节奏的东西，所以我在教编曲法的时候，我都会用他的钢琴曲作为教材，要求把它编成弦乐四重奏编成木管五重奏，编成一个combo band， 就是说有这个吉他、贝斯、鼓跟一个主奏的乐器因为我觉得他在里面他已经有想法了。就像刚立山弹的东西一样，在他所弹的东西里面，你可以听到管弦乐听到鼓的声音，听到号角的声音，一
一样，这个Mark Hayes 的编曲也是一样，他能够兼顾到比较现代一种敬拜团的乐器编制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中间还是会有路的，对不对？好，不要让我们觉得都要那种高手哈，能够弹肖邦才能够来弹，那我们通通不行啦，这样子哈。那你们伟大的音乐家又没有那么多可以在教会私情哈。那立身你觉得呢？因为我觉得刚才这个一名牧师讲这个 Marcus 这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材啊，我相信这就是还有一些我们都可以。我对这一方面比较没那么熟，这些改编曲，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那我觉得一个就是私情的人自己是要一个常常敬拜主，我觉得把自己常常浸在那种就是那种神的同在里面，当你自己是这样子常常操练的时候，你在服侍的时候就可以带领会众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其实所有这些不管是什么样大的技巧，或是很难的曲子，或是很简单的曲子，都其实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会众引到神的面前。所以就是事情不管我们的技巧在哪里，我觉得你只要自己是成为一个常常敬拜神的人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就可以有办法，不管就算你就弹单音都可以。有时候我还不弹哦有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我有几次，像我很喜欢那个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那首我很喜欢，然后我记得我常常喜欢在第三站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如果说带会众就是带敬拜，就是谈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进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些音乐都不要了，我就单单的跟主面对面，有时候我就不谈了。然后那时候突然会会众会知道我到底在唱什么，这是不是我是不是 mini 卡贝拉是吗？就是无伴奏的人生其实是最纯粹的。对，然后你真的是在想，你真的有一天你真的跟主面对面的时候，这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么亲密，真的没有阻隔，然后真的就是跟就是那样子最亲密的时候就是我没弹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一次私情就是这样子弹，然后那次就是那个牧师都泪流满面回来，然后之后跟我说那个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的服侍。然后有一个会众来告诉我说，他说你今天就是那个你那边就没有声音的时候弹得最棒，无声胜有声没有声音的时候弹得最棒真是太妙了是所以其实真的是听到，我觉得你跟上一次我们上一集访问郑浩贤牧师，他说真正带领敬拜就是你自己需要是一个敬拜的人。他试过各种方法，对不对？他什么技巧啊什么方式什么都给他用了，发现不对啊，还是没有啊。后来到他自己在神面前，他说自己成为一个敬拜的人。所以想想看一个主日的敬拜，假设这是一个团体的敬拜，我们真的非常需要的是在台上的司琴到领唱的人，你都是敬拜神的人，然后到底下的人，所以我们不是为了制造那个音乐效果突然间没有音乐器然后现在大家来a cappella 这样子那个是效果哈，有些 concert 我们会看到，对对对对，可是如果是一个带领敬拜的司琴的人，他到那一段的感动的时候他停下来，我觉得那个是整个所有人都会同感一灵的，你知道吗？那个不是演出来的或者是事先想好的，可是那个真的是就是因为，所以我常常都鼓励学生说，虽然我不是教什么敬拜的音乐，我至少能教点敬拜神学，我就会说你自己，如果你真的你带敬拜15分钟，你花30分钟祷告，你自己先花时间去敬拜神，你上台的时候那个圣灵就在那里跟你一起带领会众这样子哈。那我们真的希望就是说乐器越显然是可以
没有的这样子，是不是哈 ？Sometimes 它可以没有的哈，但它也可以制造那个主导的效果，这是刚刚小明说的哈。是，有些人就把它当成一个陪伴的陪衬的角色，然后帮我们伴奏了、这样子哈。可是不知道，其实钢琴本身可以制造更多更多啊、敬拜很多丰富的层次跟内涵在里面，对不对？哈，这样子，哇，实在是跟你们。听这些都学好多哈，所以小明牧师是不是还有对于所以器乐上面，尤其你自己，其实我常常讲，小明自己也是器乐也很强了，他什么都很强这样子哈，对，就是说器乐上面到底他在我觉得就是说，尤其是对于教会里面哈，那怎么样子去带领弟兄姐妹去认识他在。敬拜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有没有什么方法去教导，有没有什么方法去提升，有没有什么方法，因为你看现在很多父母就会觉得哦，孩子要不要学钢琴啊？还是应该学小提琴，你知道他们就只想这个，他们就想要学钢琴还是小提琴这样子哈。那有些家长学一学 就问说，哎呀，他万一没兴趣怎么办，那钢琴白买了，小提琴白买了，这样 你知道吗，有些家长就这样子哈。然后哎呀，他根本没天分，可是到底我们怎么鼓励他们enjoy play 一个 instrument， 可以享受玩乐器这样子哈。乐器是一个多么有趣的东西，虽然我很差这样子，可是我知道我懂得欣赏玩得好的人这样子。 OK， 所以小明牧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想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这是千真万确的、有许多人都误会了，以为即兴就是什么都不用准备，刚好相反、所有即兴的人他们在台下的练习都是你没有看到的。因为我除了吹竖笛我也吹萨克斯风。所以我知道有很多非常非常、厉害的爵士乐的高手。那你完全没有看到他在私下是怎么样练习、是怎么样排练那么多的蓝调的音阶、包括那些很惊人的鼓跟贝斯吉他跟萨克斯风手跟钢琴手之间的那种天衣无缝的配合。他下面真的是十年功。那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以为上两堂课就可以速成速成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因为速成所以就想要复制一些他们以为的感动，但是学到的东西都是皮毛另外就是说我们太多人喜欢去看摇滚音乐会，然后想要从那种场面去学东西，然后回来操弄会众 的情绪，这些东西都是皮毛，都是舍本逐末的东西。我觉得教会最大的问题是本末倒置其实看谱也好诗班的练习也好，你知道我们以前在离山南路没有四次的练习是没有办法上去献一次的诗的所以那个指挥都是预先要练然后好好的分配排练的时间钢琴伴奏也是一样诗琴的人回家是要练习的，不是因为他是肖邦大赛的冠军他就可以拿着一个乐谱就当场试谱当然他试谱会比那些弹得不好的人更好，可是那个态度跟他所能弹出来的东西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我是觉得敬拜是需要排练的，敬拜是需要预备的，不管是个人的心态的预备或者是整个敬拜团这个器乐也好唱的人也好是需要预备的那这是我们现在教会慢慢失去这个传统这是我觉得很伤心的事情。我讲一下我自己，就是我如果在教会排到司琴，那通常就是就是我跟我先生准备。那因为我先生就说，因为我太龟毛了，有很多东西我要想，所以我其实一般来说我是从选诗开始。那通常当然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一定先从祷告开始，神你要我选什么样的诗歌把就是也是一样就跟我弹演奏曲子一样，怎么样的诗歌能够是你要这个会众就是你要让会众唱的，然后让你要给会众的 message， 那怎么样是讨你的喜悦的就是从这个祷告开始，然后我会就很多经过很多的思想，就是从
这个 message 怎么贯穿。通常我会要求知道主题经文，就是讲到的主题跟引用的经文，然后我还会从音乐的角度来看。那我会就是比如说如果我选四首，我一般来说都是要选四首，中国人讲起承转合嘛然后就是有就是宣告，有敬拜主，然后有反思，然后有回应的，这样子通常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流程。然后这个再加上我要怎么样转调，那在转调在这些思想的过程，我就会想说我要用什么样的伴奏的形式。比如说就是我说有时候是用16分音符，就是快一点的流水型的，或是说比较宣告式的，是用和弦式的。就是那每一首曲子又有不同的章节，因为我常常选那个传统诗歌，所以不同的章节是用哪样的调，用什么样的伴奏形式，那怎么样带怎么起程，然后转到下一首曲子是怎么，就是都有。然后我把曲子选出来，然后要跟我先生练过，然后我们练过走过以后，然后我先生就会去祷告。就是用什么样的经文，用什么样他怎么用话语在当中连接，这样子就是是要经过很多祷告默想，对，还有预备，对不对？好，不能够，我觉得我们如果敬畏这位神，要来敬拜他，我们当然是应该这样全心全力来预备。我觉得我相信我们都有这个共识，这样子。所以今天其实在器乐这个部分哈，那我觉得我们提出来一些看法，我相信可以给教会一些很好的想法，就是器乐事实上不是配合而已，它是可以主导，它可能可以带领整个主导，甚至于去变化跟丰富整个敬拜的层次。可它到最后它也可以消失掉让整个就是圣灵只有你跟神的关系，只有每一个个人，然后到整个群体，到神面前的关系，所以它其实可以非常丰富跟饱和的在敬拜当中哈。所以我觉得太棒了哈，我觉得好想再继续聊下去哈，可是我们的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这样子哈？可以下一次再继续聊吗？因为还有好多东西，我觉得好像还没有讲完，对不对哈？好像还没有讲完，还有好多东西可以聊。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偷偷跟听众朋友讲，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次私下聊都聊得好开心哦，好多东西可以讲这样子。但是每一次时间都有限，我们下一次希望可以继续再谈，就是不管是学音乐的部分，器乐的部分，我们还可以有下一集这样子，再下一次的机会。我想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那我们每一位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拜拜，谢谢大家，拜拜。也谢谢丽珊老师的演奏，谢谢，希望以后可以听到更多你的演奏。是，谢谢小明牧师，说一声再见。谢谢小明牧师，谢谢小华老师，大家再见，拜拜。